两个一样的画面会被封掉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下面有个连线，我看看，连线是这个吗？那我连了，然后呢？我试试啊。好了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呢。哦哟，欢迎来到给包间的老板，你还不乐意了？怎么会，老板？喜欢主播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家谢老板。哦，他不能清屏了，连线的一个模式会怎样呢？家人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这个榜一大哥，就我公司账号啊，家人们，我乐意。啊，对，是的，呵呵，开了美颜比较大。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榜一的账号，榜一是公司的账号。谢谢大哥的支持，谢谢大哥的关注，谢谢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啦！连线不能放大了，整这使出是吧？啊，你小侄，小这整这使出，都给我整害羞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看啥？看我这性感的腿肌，看我这乌漆麻黑的腿肌，多性感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记得关注一下我们账号，想要灰色小一点可以后台找我哦。把声音关了还是很不错的，什么货呀？不关也很好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我等一下我要播公司的账号了啊，家人们，如果说喜欢我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榜一的账号，俺等一下就要播榜一的账号了，快关注他哦，家人们快关注他。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喜欢主播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家谢老板，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个张梦。想要灰色传染链的可以后台找我哦，爱你哦，救命！很好吧，这口吧，哼哼，哼哼哼哼哼，这个礼物盒是什么意思呀？观众信息，按观众点赞关注。怎么感觉你们比我还会玩呢？哦，降级的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可以关注一下我公司的账号啊，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关注一下人家了。好多肉啊，看着我的腿子。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对，小五一送礼，送一个转转，嗯，再送一个，再送一个，再送，再送，好，送五个。小五一今年得60了吧？你再说一遍，你今年谋30了，你谋80了，你好烦啊！什么60啊？我们这次年刚满18岁，欢迎直播间老板。人家今年刚满18岁哦，说我60的，我给你眼睛戳瞎了去，给你眼睛戳瞎了去。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也可以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啊。我没有60，没有60，再瞎造谣我就打你。
我们家今年真的刚满18岁，不像你的谋80了。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家人们，我要下播关播公司的账号了，家人们，我要播公司的账号了。可以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喽，谢谢你们了，谢谢哥哥的关注，谢谢哥哥，哥哥真好，谢谢哥哥，谢谢哥哥的关注。欧可，我要下综了，俺要去播榜一账号了，家人们再见了哦，榜一账号俺们，我就嘘嘘一下，就来跟你们好好唠嗑，好吗？喜欢灰色产业链的后台联系我哦，好吗？想要灰色产业链的可以后台找我啊，我要去播榜一的账号了，给你们聊一聊豹哥，超级帅的一个大家伙，大家都喜欢大的是不是？毕竟像我这种有22的，那你在后备箱他也是可以听到你呼唤他的啊，很人性化的一个智能。而且我们的小方有多么的灵敏，像你要去吃火锅之类的，你可以直接跟他导航说，小方我想去吃火锅，你不用像以前一样，你得把那个地名搜出来。比如说你想吃海底捞，你得跟他说，小方我想吃海底捞才行，是不是？他不会给你自动的去选择筛选一下火锅店啊，你得把名字告诉他才行。那现在就智能化了啊，你直接跟他说我想吃火锅就完事了哦，相当的智能化。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然后这款车它车里面还可以唱歌啊，我们现在下定的话呢就会赠送你一个麦克风，很喜欢吧，下定就赠送你一个麦克风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啦，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这是江老师是吗？Teacher，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有主驾驶的那块屏和副驾驶的那块屏吗？我要是叫小芳的话，我想让中间那块屏回应我，我应该怎么做？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早板，我不想让副驾驶的那块屏回应我，因为我的会员只登在了主驾驶那块屏幕上，然后我要他让小芳放歌的话，如果是副驾驶那块屏回应我的话，他没有登会员，他放不了歌。那这个功能能改吗？能设置吗？只让小芳规定哪一个屏幕回应我的可以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记得要关注一下我们家，感谢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这样子好吧俺叫了，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车不是我的，所以我才没等。车但凡是我的话，一般正常人应该主副驾驶都会登录上会员，是不是？毕竟你老婆也要看的嘛，对不对啊？说到你车上坐了老婆这个事情啊，如果说你老婆坐在副驾驶她想看电视，你坐在主驾驶想听歌，这个时候产生了分歧怎么办？家人们猜一猜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啊？小帅给你们讲一讲哦，它这个功能啊其实也是非常到位的。死一个你干嘛？怎么死一个？死一个哦，有道理哈，死哪个呢？死了主驾驶的那谁来开车呢？死了主驾驶的谁来开车呢？这个问题啊，它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安排的。它有18个地瓦雷的音响，它只能播放出一个声源来，但是我们的副驾驶娱乐屏它可以连接蓝牙耳机，就你老婆可以戴着耳机看电视，不会影响到你看，不会影响到你听歌，是不是？也不会影响她自己看电视，对不对？可以连接耳机的，家人们，谁家车机能连耳机？顶天就是连个蓝牙，对不对？或者说连一个 WiFi 之类的，连接耳机的真的很少了，是不是？俺们那个副驾驶屏幕它是可以连接我们的一个耳机的，地瓦雷斯嘞，一听就是高级货，开玩笑，一听就是进口的。我跟你说，这款车好多地方都是进口的呢，比如它的香氛哦，这款车带有3个香氛的味道啊，绿烯、果烯、矿烯，来自瑞士的香氛。很好奇吧，家人们，进口的香氛呢？咱就是说，车内保持着那什么干净清新的味道，真的很加分。不然的话，你看像大冬天的，你那男生的车里面啊，很容易就像一个被窝一样。所以说像空调带有净化功能的啦，带有香氛的啦，
就会好很多啊。小五一，你也找个大爷帮你捏脚，你脚好不自在，痛嘞，很痛嘞。你知道这八厘米的根站得我有多痛吗？啊，香氛都进口，对嘞，是的嘞，香氛都是进口的，瑞士来的呢，高级护耳，开玩笑。我车上的很好闻啊，你车上的很好闻，你现在再去闻一闻，你那霉味你擦了没啊？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啊。最近大爷捏脚好火嘞，就不能让小妹来捏吗？哼，就不能让蚊子来捏吗？讨厌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真的很痛，我的脚真的非常非常痛，家人们谁懂。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谢谢居居的点赞，谢谢。你的车上的确很好闻，你的车上是绝对不会有像那种男生被窝的味道的，你车上这辈子都不会有，你车上现在他绝对会有一股霉味儿。欢迎来直播间老板，你说你姐姐对你的车做了什么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小五一啊，很高兴是各位宝子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咱们想听什么歌可以让我们的小芳放给你听哦，好吗？可以让我们的小芳放给你听哦，毕竟咱们的小芳相当智能化，而且还是18个扬声器，很少见吧，还有两个头枕音响呢。咱们咱就是说配置超级豪华啊，咱们配置超级豪华。还要播多久啊？30分钟，32分钟，还有32分钟。嗯，欢迎直播间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求求哥哥了，尽量关注一下文章。关于俺们车有没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好好唠嗑唠嗑。好热啊，热的我在这里站着直冒汗，家人们谁懂，腋下冒汗，好热。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哦、欢迎雷恩。你好小芳，不搭理我，不搭理我，等一下打死他。好路易，路易斯伦家了。嗯，你怎么不回答？你车里的味道很好闻。我们这款车空调还带有 PM2.5 的一个负离子过滤功能，真的很厉害，家人们谁懂啊？车内保持着干净清新的一个环境，而且啊，咱们这个车的一个空调，它是带有自我清洁的功能，就是当你就像我们昨天，我们展厅里面都是一股龙虾味儿。当我来到这个车上的时候啊，我准备把这个空调关了，但它会提醒我现在的一个 PM2.5 的一个什么数值有点过高了，然后它在净化我们的一个车内的空气，就是说它感觉到有异味了，它就会自动的净化啊，家人们。就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坐在你车里面吃臭豆腐啊，吃榴莲啊之类的，它会立马识别到，不需要你自己去开，它会自己清理掉啊，家人们，很厉害喽。你为什么要抠脚？别抠，抠脚大汗，你别抠，别抠，你这个抠脚大汗，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然后这款车它还带有一个小冰箱，4.5升的小冰箱哦，家人们，你想都不敢想，它离你真正的家就差一个洗衣机了，是不是？空调、冰箱、洗衣机，它已经有了空调和冰箱了。而且它这个空调很牛掰哦，它采用的传统的空调都是 PTC 空调，它们的一个电耗非常非常的高。我们这款车采用的是一个热泵空调啊，它会相比起传统的 PTC 空调更加节能。如果说家人们你以后去买车，你买的是特别是新能源车的，你可以咨询一下销售，你这款车用的是什么空调啊？必须得是整一个节能的，好不好？必须得整一个节能的，特别是对于新能源车来说，是不是？
然后俺们这款车采用是热泵空调啊，说刚才小冰箱4.5升还是非常大的啊，家人们，差不多是这么高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么宽啊，这么宽，然后冰镇饮料，对不对？夏天的时候想来点冰镇饮料的，然后出去户外露营的时候要带一些小糕点需要冷藏的，是不是？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还有的老板要出去很长时间，如果需要注射药物，比如说胰岛素，你是不是也得需要整冰箱里搁着，对不对？也需要冷藏的，小冰箱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不对？防止你出门要带冰块又担心它会化，就很麻烦啊。小冰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而且它不仅可以制冷，它还可以制热。制冷的范围是在-6度到6度，它制热的一个范围呢可以达到35度至55度哦，家人们，咱就是说这小冰箱相当到位了哦，不仅可以制冷还可以保温，多好。你要是以后想给女朋友带什么吃的，你怕她冷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放小冰箱里开制热就完事儿了，相当到位了哦，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而且作为冰箱吧，很多可能有的老板们不太清楚啊，咱们都知道家里的冰箱它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细菌，是不是？它里面可能会产生很多异味，是不是？是很难散出去的。那我们冰箱会不会也这样子啊？时间用久了万一里面臭了怎么办啊？那多难受啊，那车里面万一臭了怎么办，是不是？但我们这款车车的一个小冰箱，它带有杀菌消毒的功能哦，家人们，这款车的一个内饰啊，这款车的一个小冰箱带有杀毒消菌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做到自己断电，1到12个小时随便选，自己断电啊、哦！就是它还有一个退电记忆功能，就牛掰了。当然，如果说不用，你不想用这个小冰箱的话，就当它是一个小小储物空间也是 OK， 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老板家大业大，关注主播肯定不在话下，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快关注我，好累啊，好痛啊，我的油快断了，家人们谁懂，女孩，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关于俺们的车车有没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哦，想咨询什么都是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都会一五一十的跟你们交代，家人们。虽然说咱们这款车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如果说你要挑出一些毛病来，你也可以跟我探讨一下的好吗，老板啊，老板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我好热啊，我的汗真的是从中间这里就沿着这一直往下滴，我的妈呀，家人们谁懂，我真的好累。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喽。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宝子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太累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夜来汗夜来香，给你闻给你闻，等一下我就把手抬起来给你闻。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哈，我是主播小五一了，很高兴的是各位铁子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等一下我就给你闻，哼，不信你肯定喜欢，你肯定喜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招手换一首歌给你们听听，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这边还有个坨子，家人们，你知道这个坨子是干什么的吗？这个坨子呢，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腰部支撑的，以及中间是我们调节我们的一个座椅通风加热的。这款车主副驾驶都带有通风加热的功能，以及我们的后排座椅还带有加热功能哦，家人们，还有我们的方向盘加热，这款车好多地方都能加热，方向盘、座椅、后排座椅都能哦，家人们，咱就是说主打就是一个贴心，好不好？保证哥冬天不动手不动屁股，好不？欢迎来直播间老板。然后腰部支撑还有按摩功能，这款车带有10个点位的一个按摩功能啊，家人们，10个点位的按摩功能，主副驾驶都是有的，坐着真的很舒服。然后我们头枕音响，前排座椅的头枕还是带有头枕音响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关于我们的居居，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哦，主播看中了也都会一一回复的啦。这是我们的豹哥方程豹豹五，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内饰设计，除了座椅啊，座椅 NAPA 材质的 ，NAPA 真皮材质的，真皮的微，触手可及之处都是舒软的啊，家人们，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内饰设计。首先，前排和后排它都带扶手，作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车，而且还是个越野车型，上车困难哦，所以说。扶手非常贴心了，是不是？然后它上面还是带有氛围灯的，它内饰设计做工啊，一点都不粗糙。相比起传统的越野车来说，他们觉得把外观造得很帅之外就 OK 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那这款车呢，主打就是一个内外兼修，它的一个内饰设计啊，也设计得很到位。它这边是那种很软的、很舒适的皮质的。然后它里面还有氛围灯，多色氛围灯啊，没有具体到多少种，它的氛围灯触及的范围也很广。我们的扶手以及中间这个位置，家人们看到了吗？这个镂空的一个设计的这个位置啊，它很多地方你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都会有氛围灯，还有这个脚下面这里也有。镜头这边可能没有照到啊，但是我脚那边它的确会有一个氛围灯，那个下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以及我们车门的内侧啊，很多地方你真的想象不到它的氛围灯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晚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到处都是，白天你会看不出来什么，到了晚上你就发现了惊喜。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然后这款车的一个副驾驶也是有一块屏幕的，这款车的一个副驾驶有一块屏幕，咱就是说这款车它的一个功能非常丰富，非常适合出去户外露营呀，或者说什么之类的。给你们整一首音乐听一听，18个地瓦雷音响啊，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家人们对我如此冷漠，哼。听到我的噼里啪啦的搏击了吗，家人们？动手打人了，家人们，咱就是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是主播小五一。哦，好热。我也唱这首歌，但是我听过。啥痛？我脚好痛，剧痛。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然后我们车除了车漆的侧面线条感做得相当凌厉，有轮廓有力量感之外，小耳朵造的也非常得劲儿哦。你无语什么？哼，对我无语了是吧？对我失去耐心了，对我不耐烦了，哼，嫌我烦，我是不会走的，我告诉你，嫌我烦我也不走。欢迎直播间老板。我们的小耳朵打造非常精巧啊，非常大个儿。咱就是说，毕竟车这么大，是不是？那耳朵太小了，多违和呀，是不是？多丑啊！大耳朵才配得上它的一个大车嘛，是不是？大体格，对不对？就比如说1.8米的，就得配一个22的，是不是？哦，你看我说的有道理不？嗯，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啊。我们这个后视镜呢，打造也非常精巧。大的一个镜面，除了符合它的一个身份啊，符合它的一个外观之外，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观看来车的一个方向，来车的一个动态，是不是可以观察到更加仔细了，更加清楚了？我就18怎么低，22都切了，哦哟，牛掰呀，你小子牛掰呀！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这都下得去手，这都下得去手，算你狠，你小子算你狠！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喽，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念关注啊！我是主播三五一，很高兴是贵宝子们。
然后我们镜面还有橱窗储物，车辆靠近的提示预警，还有我们180度的自动折叠，都是给家人们安排上的360度环境影像，180度的透明底盘都有的哦。就算您是新手司机，也不需要紧张害怕，而且它还配备的是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啊，家人们可以不需要担心。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关于 M 的 GG 啊，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好吗？这是我们的豹哥侧面的一个设计，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毕竟这款车还是有很多值得可圈可点的一个地方的，好咪。欢迎啊直播间的老板哦，老板啊，你来我直播间，是我直播间蓬荜生辉呢，老板来了就休想走，留下来吧，拜托了，哥哥，欢迎来直播间的哥哥。你好，我也好，沃尔康切入，真的假的？你真的割过，真的，哦，救命，我都没见过了。你下一次要是还割的话，你带我去看一下可以吗？我想看一下，行吗？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我想看看，我都没见过啊，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然后我们车玻璃呢，这一块是个双层的哦，前排双层的，后排是隐私的，轴距2.8米，你瞅瞅多细节多贴心啊。咱就说这款车的一个静谧效果有多好呢，你坐在车里面吊根针都听得见呢，相当的给力哦。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前排双层的玻璃自然们谁懂啊，坐在车内真的很安静啊。如果说你中午休啊，想坐在车里面睡个觉啥之类的，完全听不到人家吵你的那种。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关于 M 的 GG 侧面的设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哦，主播看见也都会一一回复的。想见今晚不关灯，死鬼真的是拿你没办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关灯就能看到了？是不是光线感觉有点差？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们销售都还在加班呢，好惨。这边光线会好一点吗？我看看。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大家晚上好呀，晚上好呀，欢迎，热烈欢迎。好安静哦。我说的这车呢是我们的方程885，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夜影黑的颜色V，老帅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啦，我是主播小五一，大家晚上好。欢迎，我说的这车是方程豹哦，方程豹豹五，比亚迪旗下的高端品牌。比亚迪集团历经5年耗资10亿打造出来一款车车，花重金打造的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点赞点关注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好热呀，我的妈呀，热得我都有点腋下冒汗喽。
搞点 musical 给你们听一听吧。我们来点音乐好了，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哈，让我们的小芳给你们来点 musical。毕竟俺们的小芳唱歌还是相当好听的，18个蒂瓦雷音响给你闹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Hello, oh, hi, hi, 想听什么歌？有你的会员方哦，嘿嘿，你的会员，哎，那个车好像也有会员吧？那个车好像是网易云的会员，这个车是酷狗的，酷狗是你的会员。这展车好像都有会员。想听啊？你死变态！你习变态呀，习变态！你怎么这样子？我想听严仁宗的歌，我们听一听。哎呦，严仁宗的歌吧，听得到吗？你看，后面这款车是黑色的。但是他完全可以看得清楚我在对面做什么，五彩斑斓的黑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提摩基，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欢迎。我也记得这个，哎，我不拉黑他，我就禁言，就是玩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你怎么还艾特人家说你记得你呢？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感谢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因为我欠他钱啊。拉黑，反手就是一个拉黑。望着夜空，繁星闪烁，会不会太大了？OK， 就这样。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哈，你在搞咩呀？我的伯伯，你在搞咩呀？贝贝，贝贝贝贝，看电视。好看吗？电视好看还是我好看？你看《庆余年》，你快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我是主播小一，你会来接我吗？你会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我是主播小一，很高兴认识家人们，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具体的有多高兴呢？一般高兴。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你就这样上车，上这个车吗？可是坐进去太黑了，这个灯只有在外面照的比较清楚一点，那边都关了，我坐上去会很黑。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别换衣服啊、哦！嗯，你小子，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我是主播小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啊，这多号，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跟这人有仇呢。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贵三儿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闭麦，反锁就是一个闭麦，然后再拉黑，哼，敢骂我，就是死，有种再换一个号，哼，哼，哼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咋那边有蚊子，我的妈呀。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这个人我自己的账号都拉黑了，我是欠人家钱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不错，草莓味的，必须是草莓味的，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虽然没有人和我聊天，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车车吧，真的假的？骗你干嘛？我会骗你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不会骗你的啦，听我的，买这车没错的哦，我不会骗你的，好吗？39,800，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的就是性价比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真的真的，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贵三儿们。没钱，那你买腿上的吧，88，主播光光滑滑，腿上往直发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了。俺们的居居，标配289,800，我说的这款是一个中配的，39,900的一个指导价啊！欢迎来直播间老板，一共分为4个配置。如果说家人们对于越野这一块没有硬性要求的，可以选择我身后这款配置，它也是配置最高的啊，就是抛去越野来说的话，它是配置最高的。88，主播呱呱呱呱，腿上往直发，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直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啦，感谢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赞赞行不行？老板家大业大，关注主播肯定不在话下，是不是？俺说到这款车是个中配的。它的配置真的是最高的啊！如果说家人们抛去越野的话，如果说家人们喜欢玩越野的，哎，配置不要那么丰富的，我们新增了一个云辇皮豪华版。云辇皮豪华版它的一个配置呢是和我们的标配是一样子的，但是啊，它会多了一套悬架系统，百万级的液压悬架云辇皮系统啊，家人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这你看不见啊，这还是吗？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忙嘞，俺现在撕个洞给你看看，你看看你拿到的时候有没有洞洞，好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不是的话，你来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三星山西大道月亮湾三星山西大道58号月亮湾汽车城放城报迷你中心找我好吗？点击我头像是可以找到我们店的一个位置的啊，好不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贵家人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关于我们的豹哥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哦，主播看见了也都会一一回复的好吗？就是我们的方程885。如果说家人们很喜欢玩越野的，但是配置不需要那么高，豪华版可以整它，可以直接轻松入手的，329,800的一个指导价。哥没钱没关系，我们可以零首付，零首付啊，分期最长可以分6年72期啊，家人们可以分6年72期，年化利率低至1.99%啊，家人们年化利率低至1.99%，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如此的贴心，好不好？月供无压力，好吗？家人们，咱就是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鬼八家人们，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然后它的一个外观颜色呢，一共有七种，准确来说是六加一种啊。我说的这款是一个黑色，它叫做夜影黑，黑白灰是不需要加钱的。然后还有三种非常独特、回头率极高的颜色，分别是塔里木胡杨金以及瓦特纳碧渊蓝，还有一个多努米地山脉绿啊。这三种颜色的话呢，主要整体的观感就是说辨识度高、回头率高，然后颜值这一块呢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很受人喜欢，一眼万年的感觉。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是草莓味的不喜欢哦，你还挑上了？不会吧不会吧，哥哥该不会是没钱吧哈、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你哪个小五一啊？这认不出来，怎么迷到你了？迷到你了，我给你道歉。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啦，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哦，谢谢你们。好久不见胖丫头，你在叫胖丫头是吧啊？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暴力美学，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欢迎。臭丫头哪臭了？香的啦，草莓味的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吃过臭鳜鱼吗？没有，但是我吃过松鼠桂鱼，是吧？是吧？那道菜是叫松鼠桂鱼吧？我忘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欢迎。哦哦，这个字不念鳜鱼吗？它念桂吗？桂不是那个桂那个字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宝子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然后呢，你要说什么土味情话了，我等着，快说，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要憋什么屁。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憋什么屁，快说。你每一次不都是要说点土味情话开场的吗？是不是？只要你小子小胖到场，油腻必须安排到位。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欢迎，我就知道油来了，你的土味情话真的是强得可怕呀。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就不能跟我聊一下车吗？啊，你的日常我非常清楚，我在你身上可是安了摄像头的哦，你小子我是了解的一清二楚，我希望你能够跟我聊一聊居居好吗？俺们的车车方程885，把你小哈拿过来置换了。这款车综合油耗1.81升，亏电模式下油耗7.8克油，比你的小哈省钱多了，快来换！而且它还能出去户外露营，而且还可以出去就是越野。塔克拉玛干沙漠你造吗？啊，塔克拉玛干沙漠 N39，俺们目前公认的最长最难的越野之地之一，家人们，85轻轻松松给你通过了。沙漠之王董长凯，驾驶方程885单人单穿的，和你又 by the way， 你的车可以去钓鱼吗？当然可以，这有什么问题？后备箱可以放渔具的呗，后排座椅可以成46的行程放倒，放倒之后可以达到1069的一个容积啊，家人们。这款车车长4.89米，所以说空间这一块丝毫不需要担心啊，三吨重的车车好吗？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下次钓到鱼我们55分，我拿鱼头，你干嘛？还是聊鱼是吧？好好好，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你小子不看我看鱼是吧？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想把鱼生给我啊？为什么？为什么？很难，很少会有人很喜欢吃鱼头哎，你小子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了。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哈，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就知道你小子多少岁数土味情话要在身上的，我就知道。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关于俺们爆歌哦，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公屏上。我说的这一款是一个黑色的，需要加钱的那三种颜色我刚才说到了，是不是比较张扬有个性，回头率高，一眼万年的颜色，需要加3000块钱，不是因为它车漆贵哦，不许说它车漆贵，是因为它们真的有独特的意义哦，才需要加3000块钱的好不好？起走了，给我看给我看，
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穿一个月再卖，哥，我的客户不少嘞，根本就穿不到的嘞。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哦，感谢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当你看见我换了的时候，那就说明上一条就被我卖掉了啊，就是这样子。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真的吗？就现在不行吗？就现在，我迫不及待。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以前供不应求的时候是一天穿两条，现在还好啊。现在而主要是天气太热了啊，现在天气太热了。以前冬天的话就穿两条，现在就还好。就现在给我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你小子，旁边有人是不是啊？是不是床底下有人？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啊，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关于我们的居居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主播看见了也都会一一回复好吗？我说的车车呢是我们的方程抱抱舞，黑色车机很帅啊，然后另外需要加 money 的颜色，但是我们现在有选装基金，不管你选中多少东西我们都会立减8000。我们选中的东西有哪些呢？车漆是一个啊，还有一个电动脚踏。你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款的脚踏是一个常规式的，它很厚，它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折叠，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升降，可以选装一个电动升降式的一个脚踏啊，是6000。然后还有轮毂可以进行选装，20寸的，还有轮胎，这是一起的，轮毂轮胎是一套的，10000啊。还有一个拖车2.5吨的一个拖挂资质也可以进行选装。谢谢哥哥的点赞，谢谢哥哥，哥哥真好。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谢谢宝贝的点赞，谢谢我的好大哥。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了，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小五一哦，很高兴是各位咱们。选装的话大概就是这四样东西了啊，我目前了解就是这四样东西，车漆、轮毂、电动脚踏，还有一个拖挂资质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然后其他的话目前是在我们的一个方程报 APP 里面是暂时是没有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关于 M 的 GG 啊，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好吗？我身后的车车呢是我们的豹哥啊，我们的豹哥。OK，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一个设计感好不好，他的长相真的很帅啊，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成功的长在了我的审美之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瓦特纳冰原蓝的颜色，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他的一个前脸呢是一个贯穿式的前大灯，以及搭配上他的一个矩阵大灯的一个设计，真的很吸睛了啊，家人们！还有电能韵律格栅以及它的一个独立式前包围，整体是由这几个部分组成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它这个大灯和我们平常在大街小巷上面看到的贯穿式的大灯不一样，一般就一条，是不是？这款车有两条，你可以看到它这有两条贯穿式的一个前大灯，它的亮起来之后，它会看起来像一个回字形，就更加吸睛了，是不是？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记得要关注一下我们家老板。两侧的一个矩阵大灯呢也非常优秀啊，卡姿兰大眼睛搭配上一个双眼皮儿，这个长相真的是绝绝子了，是不是？大眼萌妹啊，家人们。猛男必备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你们啦。然后它这个设计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好看的，而且它这个灯组啊是就是它的一个大灯啊是可以做到一个高度调节的，毕竟咱们每个人那个开车视线啊以及我们的一个坐姿啊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它的一个高度是可以进行调节的。然后我们独立式的一个前包围不仅让我们的前脸看起来更加硬派啊，更有设计感，更像一个越野 SUV，其次也更好的保护了我们的一个前脸，是不是？独立式前包围啊，算是我们的一个保险杠，是不是？防刮蹭的一个保险杠，还有镀铬的一个设计，它这个镀铬就非常有机甲风了，很新颖，比较前卫，对不对？这种设计我感觉
就像小的时候看动画片里面的车一样，没有想到它现在都已经在我身边了，是不是？感觉这些设计啊，都好像是小的时候天马行空的那些想法，但现在你都能在大街小巷上看到它的身影了，真的很牛掰了啊！我们的车的一个设计也是在与时俱进着。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这是它的一个前脸设计，家人们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哦。我身后这一款呢，就是一个瓦特纳冰原蓝的颜色啊，瓦特纳冰原蓝的颜色。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关于我们的车啊，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好吗？主播看见了也都会一一回复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个轮胎设计，它腿子这一块，我们看后面的轮胎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一个后面的轮胎，它的轮胎这一块呢也非常的大有学问哦。咱刚才说到了选装这一块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怎么选装呢？我们原厂的轮胎是什么样子的呢？原厂的话会是一个18寸的加通轮胎啊，原汁原味的18寸的加通轮胎。然后我们这边怎么选装呢？它可以选装18寸的或者是20寸的。20寸因为车本身就很大了，是不是？如果说很小的话就不太好看，真的你会发现轮毂这个玩意儿越大越好看，是不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它原厂的是一个18寸的。哥如果说在镜头里面看起来挺大的，是因为我拉了腿哦，拉了腿，现在他这里有点大，实际上没有这么大啊，没有这么高。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如果说不选20寸的话，就喜欢18寸的，可以选择熏黑轮毂，就我身后这样子的熏黑轮毂，还有越野风格的轮毂啊，家人们。20寸的话呢，可以选择多幅亮面运动轮毂，以及我们的一个6幅熏黑运动轮毂啊，家人们。就是轮毂上面选择18寸和20寸，轮胎也可以进行选择的。原厂是加通的嘛，我们可以选择倍耐力的或者米其林的，这些都是10000块钱啊，家人们，都是10000块钱。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前六活塞的一个制动卡钳，还有我们的一个前打孔通风盘，以及我们后备胎的一个装饰的一个，就是后备胎装饰罩啊，家人们，就是给我们的备胎给它包裹起来的，会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时尚一点点啊，更好看一点点，以及我们的一个喷气轮眉，这所有的加在一起10000块钱啊，家人们，所有的加在一起10000块钱。然后我们现在选装基金立减8000，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谢谢你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我是主播小姨，很高兴是贵家们。轮拱这一块你也看，它可以看到这种防刮蹭的一个保险杠，是不是可以很有效的保护到我们的一个车漆，我们的漆面啊，以及侧身也会有的。哎，这个玩意儿物美价廉，就算是你出去玩给它刮花了刮蹭了，是不是出去要是整个自驾游或者去一些崎岖的路段给它弄伤了，更换起来也很便宜，它就是塑料板啊，家人们，更换起来是相当便宜的，还是非常实惠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谢谢我的宝贝的点赞，谢谢宝子们的关注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关于我们的居居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公屏上。然后我们这款车在你选择云辇 P 版本的话呢，是不需要选装电动脚踏的啊，在我们其他配置都需要，只有顶配云辇 P 版本不需要选装，其他配置得选装一下。然后说到云辇 P 版本呢，它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越野这一块会牛掰一点点啊？它是采用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悬架，它是集机械、液压，还有我们的一个车身为一体。啊，集结了这些东西来设计的一个系统啊，家人们，咱就是说它有什么呢？它有高度调节、阻尼调节，还有我们的一个刚度啊，还有什么智能联动啊，家人们，就它会扭掰一点点，更适合越野一点点。高度调节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车的一个离地间隙了，标准的是220毫米，最低它可以做到170毫米，最高可以做到310毫米啊，家人们。后面它还会增加露营调频，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比较，你出去户外露营，不一定是所有的路面都是平的，是不是？它可能是崎岖的，那你的车可能也就是歪的，对不对？可能是斜着的，那你要是在车里面睡觉啊什么之类的，就户外露营嘛，是不是？晚上的时候你要睡觉了，那车是个斜的，多难受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启一个露营调频的模式啊，我们的车身就会稳定下来，就两边的一个高低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啊，这是它的一个露营调频的一个功能，在后续它会升级起来，还有迎宾模式，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还有两个来着的，我忘了。反正它功能这一块是相当丰富的啊，家人们可以放心。不管是在城市的工况下通勤代步，还是说你去户外露营，还是说出去玩越野、自驾游，它非常适合啊，家人们，非常省心、省钱、好玩、好开的一款车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你们啦！我是主播小五一，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哦，谢谢你们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我说的车车呢是我们的方程宝宝五，比亚迪旗下的高端品牌啊。介于有很多老板们不太认识方程宝这款车，所以我要隔几分钟我就要介绍一下哦，这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家人们都知道仰望 U8 吧？这款车就他的小弟啊，俺身边这款方程宝宝五啊，宝哥就仰望 U8 的小弟，好不好？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人家百万级，我们300,000，好吗？江西老表一出生背负着388,800，但是拿着388,800来提我们的宝哥，能提顶配，甚至还有多余的。你买了它，它这辈子是你的，且终身有效。你要是花那钱去娶一个老婆，她不一定是你的，孩子也不一定是你的，甚至她有可能还会跑，是不是？哦，听我一句劝，如果你有这么多钱，一定要来买车啊，家人们，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说得好，是不是？你是不是一出生就背负着388,800啊？你是不是应该要给我388,800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虽然说我不是江西的。虽然说，就是我的彩礼没有这么高，过得不好你自然会跑的，那不然呢？那你过得不好你不会跑吗？你过得好你还会跑吗？啊，那我这么问你好不好？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喽，欢迎欢迎。所以说有钱一定要买车买房啊，家人们，娶老婆啊、结婚啊就是后者了，好吗？咱们先买车买房，充实自己。忍着忍者，怎么？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是王八，我不允许，我不允许你说自己是王八。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我们搞一首欢快的歌。你好，小芳。我在。播放一首《日不落》。好啊，即将播放《日不落》。歌难搜，难搜。你。你好，小芳。我在。你能不能弄中间那块屏去啊？你很过分呢，我不想听你的。你好，小芳。请说。哦，你好，小芳。我在。啊，就不能叫中间那块屏吗？哦，这个点，这个，我觉得就是它的缺点之一了。完了，我发现它的缺点了，家人们谁懂？日不落。我发现了它的缺点，家人们谁懂？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因为这款车它的主副驾驶都有一块屏幕，所以你呼叫小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副驾驶回应你，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娱乐屏，副驾驶的娱乐屏回应你，有的时候可能是中控屏回应你。那如果说你的副驾驶娱乐屏没有登录会员的话，你让它放歌它是不会放的。很怪，这个功能能设置吗？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功能它能设置吗？它能改吗？我明天再问一问。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热烈欢迎。不过我们的小芳还是非常智能，你看我站在车外，是不是？我现在不是坐在车里面哦。很多车啊，它只能在主驾驶它才能识别出来，或者是主副驾驶，在车外它是很难识别到的。这款车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范围啊，真的很广，就算你在后备箱它也是可以听到你呼唤它的啊，很人性化的一个智能。而且我们的小芳有多么的灵敏，像你要去吃火锅之类的，你可以直接跟它导航说，小芳我想去吃火锅，你不用像以前一样你得把那个地名搜出来。比如说你跟小芳说，比如说你想吃海底捞，你得跟他说，小芳我想吃海底捞才行，是不是？他不会给你自动的去选择筛选一下火锅店啊，你得把名字告诉他才行。那现在就智能化了啊，你直接跟他说我想吃火锅就完事了哦，相当的智能化。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然后这款车它车里面还可以唱歌啊，我们现在下定的话呢就会赠送你一个麦克风，很喜欢吧？下定就赠送你一个麦克风哦。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啦，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自江老师是吗 ？Teacher，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有主驾驶的那块屏和副驾驶的那块屏吗？我要是叫小芳的话，我想让中间那块屏回应我，我应该怎么做？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不想让副驾驶的那块屏回应我，因为我的会员只登在了主驾驶那块屏幕上，然后我要他让小芳放歌的话，如果是副驾驶那块屏回应我的话，他没有登会员，他放不了歌。那这个功能能改吗？能设置吗？只让小芳规定哪一个屏幕回应我的可以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记得要关注一下我们家，感谢哥，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这样子好吧好吧，俺叫了，因为可能主要原因是因为车不是我的，所以我才没登。车但凡是我的话，一般正常人应该主副驾驶都会登录上会员，是不是？毕竟你老婆也要看的嘛，对不对啊？说到你车上坐了老婆这个事情啊，如果说你老婆坐在副驾驶，她想看电视，你坐在主驾驶想听歌，这个时候产生了分歧怎么办？家人们猜一猜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哟、啊？小美小帅小帅给你们讲一讲哦，它这个功能啊其实也是非常到位的。死一个你干嘛？怎么死一个？死一个哦，有道理哈，死哪个呢？死了主驾驶的那谁来开车呢？死了主驾驶的谁来开车呢？这个问题啊，它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安排的。它有18个地瓦雷的音响，它只能播放出一个声源来，但是我们的副驾驶娱乐屏它可以连接蓝牙耳机，就你老婆可以戴着耳机看电视，不会影响到你看，不会影响到你听歌，是不是？也不会影响她自己看电视，对不对？可以连接耳机的，家人们，谁家车机能连耳机？顶天就是连个蓝牙，对不对？或者说连一个 WiFi 之类的，连接耳机的真的很少了，是不是？俺们那个副驾驶屏幕它是可以连接我们的一个耳机的，地瓦雷斯嘞，一听就是高级货，开玩笑，一听就是进口的。我跟你说，这款车好多地方都是进口的呢，比如它的香氛哦，这款车带有3个香氛的味道啊，绿烯、果烯、矿烯，来自瑞士的香氛。很好奇吧，家人们，进口的香氛呢？咱就是说，车内保持着那什么干净清新的味道，真的很加分。不然的话，你看像大冬天的，你那男生的车里面啊，很容易就像一个被窝一样。所以说像空调带有净化功能的啦，带有空香氛的啦，就会好很多啊。小五一你也找个大爷帮你捏脚，你脚好不自在，痛嘞，很痛嘞，你知道这8厘米的根站得我有多痛吗？啊，香氛都进口，对嘞，是的嘞，香氛都是进口的，瑞士来的呢，高级货，开玩笑。我车上的很好闻啊，你车上的很好闻，你现在再去闻一闻，你那霉味儿你擦了没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最近大爷捏脚好火嘞，就不能让小妹来捏吗？哼，就不能让我再来捏吗？讨厌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真的很痛，我的脚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家人们谁懂？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谢谢居居的点赞，谢谢。你的车上的确很好闻。你的车上是绝对不会有像那种男生被窝的味道的，你车上这辈子都不会有，你车上现在它绝对会有一股霉味儿。欢迎来直播间老板，你说你姐姐对你的车做了什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小五一啊，很高兴是各位宝子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样的想听什么歌可以让我们的小芳放给你听哦，好吗？可以让我们的小芳放给你听哦，毕竟咱们的小芳相当智能化，而且还是18个扬声器，很少见吧，还有2个头枕音响呢，家人们，咱就是说配置超级豪华啊，家人们配置超级豪华。还要播多久啊？30分钟，32分钟，还有32分钟，嗯，欢迎来直播间老板，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求求哥哥了，记得关注一下人家。关于 M 车有没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好好唠嗑唠嗑。好热啊，热的我在这里站着直冒汗，家人们谁懂，腋下冒汗。好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啊、哦、欢迎了呀。你好小芳，不搭理我，不搭理我，等一下打死他。好，路易，路易斯隆加了。嗯，你怎么不回答？你车里的味道很好闻。我们这款车空调还带有 PM 2.5 的一个负离子过滤功能，真的很厉害，家人们谁懂啊？车内保持着干净清新的一个环境，而且啊，咱们这个车的一个空调，它是带有自我清洁的功能，就是当你就像我们昨天，我们展厅里面都是一股龙虾味儿。当我来到这个车上的时候啊，我准备把这个空调关了，但它会提醒我现在的一个 PM 2.5 的一个什么数值有点过高了，然后它在净化我们的一个车内的空气，就是说它感觉到有异味了，它就会自动的净化啊，家人们。就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坐在你车里面吃臭豆腐啊，吃榴莲啊之类的，它会立马识别到，不需要你自己去开，它会自己清理掉啊，家人们，很厉害喽。你为什么要抠脚？别抠，抠脚大汗，你别抠，别抠，你这个抠脚大汗，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然后这款车它还带有一个小冰箱，4.5升的小冰箱哦，家人们，你想都不敢想，它离你真正的家就差一个洗衣机了，是不是？空调、冰箱、洗衣机，它已经有了空调和冰箱了。而且它这个空调很牛掰哦，它采用的传统的空调都是 PTC 空调，它们的一个电耗非常非常的高。我们这款车采用的是一个热泵空调啊，它会相比起传统的 PTC 空调更加节能。如果说家人们你以后去买车，你买的是特别是新能源车的，你可以咨询一下销售，你这款车用的是什么空调啊？必须得是整一个节能的，好不好？必须得整一个节能的，特别是对于新能源车来说，是不是？然后俺们这款车采用是热泵空调啊，说刚才小冰箱4.5升还是非常大的啊，家人们，差不多是这么高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么宽，然后冰镇饮料，对不对？夏天的时候想来点冰镇饮料的，然后出去户外露营的时候要带一些小糕点需要冷藏的，是不是？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还有的老板要出去很长时间，如果需要注射药物，比如说胰岛素，你是不是也得需要整冰箱里搁着，对不对？也需要冷藏的，小冰箱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不对？防止你出门要带冰块又担心它会化，就很麻烦啊，小冰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而且它不仅可以制冷，它还可以制热。制冷的范围是在-6度到6度，它制热的一个范围呢可以达到35度至55度哦，家人们，咱就是说这小冰箱相当的到位了哦，不仅可以制冷还可以保温，多好。你要是以后想给女朋友带什么吃的，你怕她冷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放小冰箱里开制热就完事了，相当到位了哦，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而且作为冰箱吧，很多可能有的老板们不太清楚啊，咱们都知道家里的冰箱它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细菌，是不是？它里面可能会产生很多异味，是不是？是很难散出去的。那我们冰箱会不会也这样子啊？时间用久了万一里面臭了怎么办啊、哦、那多难受啊，那车里面万一臭了怎么办，是不是？但我们这款车的一个小冰箱它带有杀菌消毒的功能哦，家人们。这款车的一个内饰啊，这款车的一个小冰箱带有杀毒消菌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做到自己断电，1到12个小时随便选，自己断电啊、哦！就是它还有一个退电记忆功能，就牛掰了。
当然如果说不用，你不想用这个小冰箱的话，就当它是一个小小储物空间也是 OK 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老板家大业大，关注主播肯定不在话下，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快关注我，好累好痛啊，我这就快断了，家人们谁懂。女孩，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关于俺们的测测有没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哦。想咨询什么东西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都会一五一十的跟你们交代，家人们。虽然说咱们这款车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如果说你要挑出一些毛病来，你也可以跟我探讨一下的，好吗，老板？老板，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我好热啊，我的汗真的是。从中间这里就沿着这一直往下滴，我的妈呀，家人们谁懂，我真的好累。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喽。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宝子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太累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夜来汉，夜来香，给你闻，给你闻，等一下我就把手抬起来给你闻。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哈，我是主播小五一了，很高兴认识各位铁子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等一下我就给你闻，哼，不信你肯定喜欢，你肯定喜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找首换一首歌给你们听听。哦，上车了，上车了，家人们，这里还有小扶手哦，像如果说有的老板上不去的，就可以扶着这个扶手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感觉坐在车里面好黑呀、啊、没有白天那么亮，是不是应该把我头这样伸出来，我头这样会不会亮一点，欢迎来直播间老板，欢迎欢迎，我的汗真的已经黏巴到我的头发了，家人们谁懂，好热呀，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主驾驶八项电动调节，副驾驶六项电动调节，空间非常 OK 哦，家人们放心，毕竟是个五门五座豪华 SUV 哦，空间这一块你可以是丝毫不需要担心的，好不好，欢迎直播间的老板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这边还有个坨子，家人们你知道这个坨子是干什么的吗，这个坨子呢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腰部支撑的，以及中间是我们调节我们的一个座椅通风加热的，这款车主副驾驶都带有通风加热的功能，以及我们的后排座椅还带有加热功能哦，家人们，还有我们的方向盘加热，这款车好多地方都能加热，方向盘座椅后排座椅都能哦，家人们，咱就是主打就是一个贴心，好不好，保证哥冬天不动手不动屁股，好不，欢迎爱直播间老板，然后腰部支撑还有按摩功能，这款车带有十个点位的一个按摩功能啊，家人们，十个点位的按摩功能，主副驾驶都是有的，坐着真的很舒服，然后我们头枕音响，前排座椅的头枕还是带有头枕音响的，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关于我们的居居，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哦，主播看中了也都会一一回复的啦。这是我们的豹哥方程豹豹舞，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内饰设计，除了座椅啊，座椅 NAPA 材质的 ，NAPA 真皮材质的，真皮的微，触手可及之处都是舒软的啊，家人们，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内饰设计。首先，前排和后排它都带扶手，作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车车，而且还是个越野车型，上车困难哦，所以说扶手非常贴心了，是不是？然后它上面还是带有氛围灯的，它内饰设计做工啊一点都不粗糙，相比起传统的越野车来说，他们觉得把外观造得很帅之外就 OK 了，就完事了，是不是？那这款车呢主打就是一个内外兼修，它的一个内饰设计啊也设计得很到位，它这边是那种很软的很舒适的皮质的，然后它里面还有氛围灯，多色氛围灯啊，没有具体到多少种，它的氛围灯触及的范围也很广，我们的扶手以及中间这个位置，家人们看到了吗？这个镂空的一个设计的这个位置啊，它很多地方你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都会有氛围灯，还有这个脚下面这里也有镜头这边可能没有照到啊，但是我脚那边它的确会有一个氛围灯，那个下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以及我们车门的内侧啊，很多地方你真的想象不到它的氛围灯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晚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到处都是，白天你会看不出来什么，到了晚上你就发现了惊喜。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然后这款车的一个副驾驶也是有一块屏幕的，这款车的一个副驾驶有一块屏幕，咱就是说这款车它的一个功能非常丰富，非常适合出去户外露营呀，或者说什么之类的，给你们整一首音乐听一听，18个地瓦雷音响啊，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家人们对我如此冷漠，哼。听到我的噼里啪啦的搏击了吗，家人们？动手打人了，家人们，咱就是说，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是主播小五一。哦，好热。小帅，小帅，我在看你给我发的东西。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热，我的整个背全是汗啊，就像刚运动完一样。车上不能开空调吗？可以开哈，但是我就想让自己出出汗，我就想出出汗。怎么运动的？就是啊，嗯啊，嗨，问我，晚上教你啊，下播了教你啊，你小子哈，等一下教你嘛，这都不会。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哦，欢迎欢迎。你的思想怎么这么肮脏啊？我只是跑步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哦。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不行吗？行啊，可是我可以回去脱掉啊。好意，就是捡回出汗。我要汗蒸，我要开热风，我以后干脆坐在车里面开热风汗蒸好了。欢迎来直播间老板，看看你穿裙子了，不是不穿最好了吗？不是不穿最好的吗？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一定要感谢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外面是下雨了吗？外面是不是下雨了？我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猜我喜欢的，我看看。哦，这首歌很有年代感啊，家人们。这个不知道，就叫抠脚戏吧啊，抠脚大汉，你小子抠脚大，抠脚小汉。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我都好奇我脚踝怎么这么大一个。还有十五分钟，好累啊，不想讲了。感觉每次讲车讲的时间好慢，没有摸鱼多过的时间快。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想搜给你们听。这个也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非常非常古老的歌，是我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听的吧。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是主播早午音乐，大家晚上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老板。没有人搭理我，我很难受了。明天晚上我把跳绳带过来，跳绳给你们看。主打就是一个减肥运动，家人们谁懂？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啊！明天俺跳绳给你们看。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家人们，来都来了，留下 lock lock 呀！不
聊豹哥，我们聊天也可以啊，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可以聊天嘛，是不是？我们豹哥可聊可不聊哦。虽然说主打是一个卖车的，但是哦，老板还是希望您能够更喜欢我，然后找我来买车啊。拜拜，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拜拜。还有喜欢中西亚中欧加妹，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关注哦，谢谢你们。明天晚上我要直播的，好吗？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文章啊，你要是没事来我直播间瞅两眼啊，好吗？爱你哦，爱你哦，我的好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欢迎来主播间的老板。大家们想听什么歌，可以让我们的小芳唱给你们听。我们的小芳唱歌老得劲儿了。哦，这首歌也很火，很之前很火的哥哥，我们听一下。好热，哎，吃饭了没？俺减肥，主要是中午吃太多了，所以晚上不吃。主要是中午吃的比较多，俺晚上就不吃了。昨天晚上吃了太多太多了，饿难受。一想到晚上吃了饭，我就会有罪恶感。一想到人家吃了饭饭，我就会有罪恶感。你看我这腿上的肉，我的天哪，救命！吐的流油了都。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哦。我觉得还是选中文歌比较好。轨迹，说好不哭，你瞒我瞒。如果这就是爱情，听这个吧，是我听过的那个版本吗？哦，不吃饭饿得睡不着，不会，我太累了，我每天上班不知道干什么，我就是特别累，我是沾床就睡，真的，我能倒头就睡，我完全没有失眠焦虑。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上了班还会失眠呢？我感觉我每天根本就睡不够，我真的每天都能睡11-12个小时的那种。我可以从休息的时候啊，我可以从晚上的9点半睡到第二天的11点半，真的巨能睡，我完全没有失眠焦虑。哎，就算我不吃，我也能睡得着。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欢迎欢迎。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哦。如果这就是爱情，好亏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
好痛啊，真好痛啊，我的妈呀。我也唱这首歌，但是我听过。啥痛？我脚好痛，剧痛。还有6分钟，嗯，额头长了个包，真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谢谢你欢迎。到直播间的老板，那还要多久下播？4分钟。下雨，自己的失败，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哦，门口有人亮，切切，还有3分钟下钟哦。看出来，
外面下雨了，就让这大雨卷到楼下。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下雨了。I do it, do i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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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他全是 DK， 这么嗨皮的 DK， 下雨就回不去了。下雨了我就跑，下雨了我就跑。不会吧？八点了还有客户来呢？那真客户假客户啊？有点不像正规场所了，在听感觉这个歌听着感觉我在直播间都不太正规了。B 蹦蹦迪舞，不让听喽，下播喽，家人们再见喽，下班喽。哦，真的，我的妈，这个点有客户，我的个娘！这么闲没？现在这个点八点，家人们谁懂啊？八点钟来客户了，这真的是，这个钱啊，真的是不是不好赚啊？哎呦！好甜啊！刚才吃了一根百醇，嘴巴里面有点齁甜。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大家下午好呀！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哈，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欢迎，热烈欢迎！感谢姐夫哥的点赞啊、哦，谢谢姐夫哥，感谢哥，爱你哦，谢谢姐夫。很喜欢小姨子吧，哼！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我身后这车呢，就是我们的豹哥，老帅了。我身后这车，帅帅的大男孩，完美的身材。哦，家人们，可以关注一下人家，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关于我们车车的知识啊，好吗？很喜欢吧，哼哼。对，高低关注一波，家人们。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喜欢文字的话，可以点击下方小风车留下您十余阿拉伯数字，拉近咱俩关系的第一波自然梦。咱就是说，江西老表一出生落地就背负38.8万的一个费用了，是不是？花着38.8万来买一辆车多合适啊！我这车你提顶配都还有多的，提顶配352.8万还有多的，哥你敢想都不敢想。我身后这款是个中配的啊，家人们，豹五的话一共四个配置。标配289.8万，我身后这款是个中配，309.8万，还有次顶配豪华版啊，它是在我们的一个发布会，那什么几月几号发布会我忘了，反正是就是发布会过后新增的一个配置，云念豪华版329.8万，以及我们的顶配352.8万啊，家人们，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配置这一块还是相当丰富的，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一个需求进行选择。如果说有的哥注重越野的，可以选择云念版。然后如果说家人们在城市的规划下使用的比较多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我身后这一款领航，也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啊，家人们，我身后这一款领航版的是目前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客户选择的一个配置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
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红车里转一转哦。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小耳朵。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哦？铁子，记得关注我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车车好了。这款车呢是一个新能源车车，插电式混动，但又有着硬派 SUV 的一个外观啊，家人们，这是一款硬派越野车车。谢谢哥送的人气 PR， 谢谢哥，爱你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它的一个设计属于一个方盒子造型，前脸这一块打造的还是比较年轻俊俏的哦，家人们，作为年轻人我还是挺好这一口的，比较新颖，是不是？我感觉越野车就没有不帅的，对不对？方程豹也不例外哦，长得非常俊俏的小脸蛋，当然前脸长得帅也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家人们可以关注我一波，待会儿带你们看一看它其他位置更迷人啊！前脸这一块呢，采用的是一个电能韵律格栅，搭配上贯穿式的前大灯，贯穿式的前大灯它还是双层的。人家就一词儿，是不是？咱必须说紧跟当下的一个时尚潮流，对不对？你会发现大街小巷上很多车都是贯穿式的一个前大灯或者贯穿式的一个尾灯，感觉分体式的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现在都是贯穿式的。那我们这款车呢与众不同点，人家就一个，它两个哦，它亮起来之后看起来像一个回字形，它的这个贯穿式的前大灯是个双眼皮的，还有搭配上两侧的一个卡姿兰大眼睛矩阵大灯更迷人了，设计这一块还是相当到位的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了，电能韵律格栅搭配上贯穿式的一个前大灯。下午好呀，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喽！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念关注，很高兴认识各位家人们，也可以把主播的一个直播链接分享给您身边的小伙伴，苗子他们一起来瞅一瞅、看一看我们的宝哥。我们现在老客户转介新客户，还可以获得专属福利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当然价格这一块也会好，也会非常的好谈哦。直播间里不好说，家人们点击下方小红车，留下您十一位阿拉伯数字，好谈的，首付多少，分期多少，你说了算。好不好，家人们，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了，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们首付可以低至零首付啊，家人们，我们可以零首付，然后还有就是年化利率低至1.99%，超长6年期限，我们可以分72期，月供是可以说是完全无压力的哦，家人们，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感谢哥了哦。然后搭配上俺们一个 logo， 这个 logo 的一个设计我非常喜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设计，家人们看得出来吗？不管是上下还是左右都非常的对称啊，非常对称啊，家人们，其实它上面有山有水，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吧，哼，我第一次我也没看出来，它里面是有山有水的一个设计的，然后还有 X 轴 Y 轴就是方程嘛，是不是？它的一个寓意啊，差不多就是带着哥踏遍千山万水，走遍美好山河的意思啊。有山有水是吧？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对不对？我们的豹五的一个 logo 是这么设计来的。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念关注喽，感谢哥。然后前脸的一个独立式前包围的一个设计，防刮蹭的保险杠啊，家人们听这声音，一听就知道非常的防刮蹭。一听就知道这质量真的嘎嘎好嘞，不仅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小脸蛋儿，而且更换起来也相当的便宜啊，家人们，主要就是物美价廉，好不好？主要就是物美价廉，不能说便宜，得说物美价廉。然后前脸下面这个位置银色镀铬，很帅吧，很机甲吧，很酷吧，作为越野车必须得就是帅气哦，家人们，迷人，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了。前脸的一个设计大差不差，就这样式的，和传统的一个越野车还是进化了不少的啊，毕竟这款车也是比亚迪集团历经5年耗资10亿打造出来一款车，车花重金打造出来的车能差到哪里去，是不是？而且更何况它也是仰望 U8 的小弟，能差到哪里去啊，是不是啊？你说买车为什么不买方程豹，你说说，你说说，为买车为什么不买方程豹呢啊？喜欢主播可以给主播点赞、念关注哦，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喽！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记得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于俺们豹哥哦，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这是他前脸的一个设计，年轻时尚，年轻时尚，有机甲风的一个味道哦，家人们非常帅气的。
俗话说看人先看脸嘛，是不是？所以车车的小脸蛋这一块儿也是相当注重的，是不是？除了它的一个性能配置以及它的一个开驾驶起来的一个舒适度之外，它的一个长相啊也是相当重要，差一点美颜就掉了，我给打死不去。欢迎直播间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谢谢哥哥送的粉丝灯牌，谢谢哥哥爱你啊，知名。感谢我的好大哥，谢谢我的好大哥，哥你就是我恩人。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哥你就是我的好哥哥，我的好哥哥，你就是我的好哥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451喽，有条件哥可以亮一个小灯牌，咱就是说灯牌一亮，发光发亮啊，知道吗？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了啊、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再叫再叫，抽你！再叫我抽你，你二包子！不许叫，乱叫！你怎么可以乱叫？狗吠！你小子狗吠是不是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你怎么可以学汪汪对叫啊？哼！欢迎爱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记得关注一下我们 Jala， 我身后车车是我们的拜五方程拜拜五，给钱就卖哦，早买车坐腿上钱单哦，家人们，胖仔猪叫你汪汪对叫，你就狗吠，哼，再叫再叫我打死你们两个，给你们两个进猪笼里去，放汪汪对了哦，再这么说话，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人家的记得关注一下文章。关于我们的豹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毕竟俺们豹哥名不虚传，名不虚传真的很厉害，希望各位家人们能够来我的直播间跟我一起唠嗑唠嗑，才不下去才不下去，你给我买一双新的好吗？或者你把这双买了我买一双新的，买一双好彩的怎么样呀？嗯，哥哥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啊！有条件哥可以亮个小灯牌了，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身后车车呢，就是我们的方程爆爆五，39800的指导价，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这个人我好像把他拉黑掉了。我不是之前应该是把你拉黑掉了的、啊、奇了怪了，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被拉黑了还能看人家直播间吗？我一直都很好奇。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嗯，这俺们车的一个前脸设计哦，家人们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主播看见了也都会一一回复的，好不？咱们的豹哥身后总配瓦特纳边缘蓝的颜色，老帅了，多激进啊！这颜色你开大街小巷上回头率极其高啊！虽然说这个车漆你花了3000块钱，但是你得到了独特的魅力，一眼万年的颜色，小姐姐但凡看见了80%会跟你来电的颜色，你小子。很喜欢吧，很心动吧。它的车漆颜色有3种，需要加3000块钱。为什么要加钱呢？有的哥可能会觉得肯定是因为车漆贵，是不是？这其实是其次啊，主要是因为它真的会给你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它可以给你带来一种在大街小巷上看不到的颜色，是不是？人家说不定刷还有贴车衣啊什么各种各样都整不出来的颜色，是不是？瓦特纳也冰岛来的，家人们谁懂啊？这颜色在冰岛看得见才能看得见呢，现在俺们就是说在大街上都能轻轻松松瞅见了，多好啊，是不是？嗯，欢迎来直播间老板，这3000块钱花的不亏啊！而且我们现在还有选装基金，不管你选装多少东西我们都会立减8000。我们现在选装的东西有哪些？除了车漆之外，还有轮毂，还有咩，还有脚踏，还有这啊那，反正就是选装基金，不管选装东西都减8000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你想取关了随便你，哼，随便。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记得关注一下，加感谢哥，不关注我也无所谓的，无所谓，不关注我也无所谓了啦。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啦，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老板不投钱我就无所谓，哼，就这样白烂，我就是白烂。关于俺们爆歌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没有问题俺们就坐会儿。谢谢我的宝贝的点赞，谢谢我的宝贝，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前脸就这样式了哦，长得怪迷人的，快买一辆吧，我不会骗你们的。你看江西老表一出生就背38万8，你拿着38万8买一辆车有多好啊，是不是？听我一句劝啊，家人们，听姐一句劝，姐能害你们不成啊？姐能害你们不成？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哦，喜欢主播的记得要关注主播，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我可能在这干不久了，家人们谁懂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俺在这里可能干不久了。俺们来看一看俺们车的一个侧面设计。侧面的话呢，首先最迷人的就是它的腿肢。老性感了，家人们，18寸的呢？我车上这款是一个18寸，但我们可以选装啊，家人们。如果说毕竟3吨重的车，是不是这车体格也挺大的？车长4米89呢？开玩笑，跟你吹呢，跟你闹呢。车宽1米97，车高1米92，四维空间，轴距2米8，四维空间表现也是非常优越的。所以说关于它这个腿子这一块啊，如果说选一个18寸的，的确会有点小的。所以我这边建议家人们选装一个20寸的。20寸的轮毂可以选择多幅亮面运动轮毂，以及我们的20寸的一个6幅熏黑运动轮毂啊，家人们有2种可以选择。如果说哥想整个18寸的，你就够了，是不是？18寸的话也可以进行选装，有18寸的熏黑轮毂，以及我们18寸的一个越野风格的轮毂啊，一共有4种，你可以进行选择它的一个轮毂。然后轮胎这块也可以选择，我们原厂的话呢是一个。加通的一个轮胎，然后我们选装的话呢，有倍耐力的，还有米其林的啊，家人们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喜好自己选择了。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关于俺们的车车，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哦，主播看见了也都会 A 回复的啦。这是我们的爆歌啊，方程爆爆舞，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好的轮胎呢，不仅可以有效的增强我们的一个摩擦力抓地性能，还可以有效的减少一个油耗的损失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然后轮拱这一块设计也是相当粗壮，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它整个就是防刮蹭的一个保险杠啊，物美价廉，更换起来非常的亲民实，价格这一块非常亲民啊，非常实惠了。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喽，谢谢你们啦，点赞加关注，一条龙服务，有条件的哥可以给主播亮个小灯牌好吗？咱就是说灯牌一亮发光发亮，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一个侧面设计，侧面设计主要采用就是它的一个光影效果，这一块设计的就非常到位了哦。它侧面的就是一些光影效果设计的会比较好看一点点，车漆本来就很好看了，搭配上一些凌厉的线条以及它硬朗的一个轮廓哦，更符合他一个硬派设计了，家人们，咱就是说，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老胖，上一个这么喊我的人，你都不知道，马上都快到他头七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你怎么可以去叫人家老胖？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那你给人家点赞，点到5000我就这样，我就听你的。点赞到5000我就听你的。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灰色产业行不行？给钱就行，给钱，给钱，给钱。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很想念，把这小五一给你安排呀！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了啊、哦，感谢哥。来看一下，来瞅一下我们车的一个侧面设计啊、哦。俺们车侧面设计的话，有了，我没有。昨天我堕了胎的，没了。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了，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瞅瞅哥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哈，记得要关注一下主播哈。我们车的一个侧面线条感很流畅啊，会显得它就是在这种灯光啊太阳光的一个照耀下
真的很好看啊，熠熠生辉的，包光粼粼，相当的到位。然后这边搭配着我们的一个门把手，门把手是个常规式的哦，家人们，咱就是说你不管选装什么颜色的车机，门把手全是黑的哦，这一块是没有选的，门把手常规式的，咱毕竟是个三吨重的越野车，整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多少是有点含蓄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它这个门把手还是挺帅的，很符合它的一个外观造型，以及我们的副驾驶上面这里是有一个按键的落锁的。一般车咱就是说只有主驾驶有，是不是？咱这款车副驾驶也有哦，必须给你安排上，30万必须有30万块钱的一个配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点赞、点关注喽，谢谢你们啦！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你说什么？你们要睡觉说什么？再说一遍，我给你头打爆了去！什么话？什么话？我给你打死了去啊！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家，感谢哥。车漆很好看，下面整个车身全部都是带有这种防刮蹭保险杠的一个包围的，整个车身都有啊，家人们。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脚踏啦，脚踏这一块家人们可以放心哦，使劲踩完全踩不坏，就算像200斤的胖子使劲踩哦。而且这一款它是一个常规式的，你可以进行选装一个电动升降的。电动升降的话，它就是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它会自动放下来，当你关上车门的时候它又会自动升起来啊。然后它升起来的时候会和我们的车面啊整个融为一体，压根儿看不出来。它这里还有个电动踏板哦，家人们，非常的人性化了。晚上播吗？晚上不播。晚上的话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播啊，家人们。晚上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播。长安起源好看，太过分了哦！踩一捧一是宝，我不允许。长安起源好看，豹哥不好看啊，豹哥不帅，30万块钱不帅。他这30万块钱起码得有几万块钱是长在他的脸上的，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蹭过好几次栏杆，还好有包围，不然直接去喷漆了，是不是？是不是吧？这玩意儿多重要啊！而且其实这个玩意儿你就是刮蹭了，要是它受了一点伤，更换起来也很方便啊。这个玩意儿物美价廉，总的来说就是这玩意儿换起来很便宜啊，放心，比你不撤漆啊什么其他的便宜很多。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就很方便了哦。就是爱变色儿，什么色儿？它能变色儿？这玩意儿，这个长这样子还变色儿？没事儿哦，变色了我给你刷，俺给你刷，刷成一个哥必须喜欢的颜色，行不？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了啊！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时间长了就不是这么黑了，那是什么？灰色车这种东西本来脏了就会变的啊，不是吗？像白色的车你开出去不到两天不就变脏了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了哦，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求求哥了，求求哥哥啦，拜托拜托，关注主播，我今天下午要播两场，哥哥记得要关注我啊。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同支付啊！然后我们刚才说这个脚踏是不是？脚踏的话呢，刚才说到可以选装6000块钱哦，家人们。但比如说你选这个车漆，就我身后这一款瓦特纳冰原蓝的这个颜色，加3000，$3，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脚踏电动脚踏6000，一共9000，但是选装基金减8000。相当于说你只花了1000块钱得到了一个电动脚踏以及我们车漆，我觉得那个电动脚踏还是挺有必要的，比这玩意儿好看多了。我觉得它这个就很影响它整体的观感，但是如果把它隐藏掉，电动的你就根本看不到这个玩意儿，你就真的是看不到这个玩意儿。你想象一下，没有这个玩意儿，它的车身的侧面会不会变得更好看一点？真的会变得更好看一点啊！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你是说白色的车开的多了就会变黑吗？是吗？我没说，没说白色的车，但它的确时间开久了是容易脏吧，不是说时间开久了开两天应该就脏了吧，是吧？黑色的车应该也是的吧，比较耐脏的应该是白色啊，灰色应该比较耐脏一点点的颜色应该是灰色。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欢迎欢迎，记得给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哦，点点关注行不行？求哥了，记得关注一下文章，求求了。黑色只能越开越黑，不是它上面会
很多灰吗？黑色的车车会显得有一点点小，对吧？Why sir, all 家人们，咱们的黑色长得也是老帅了。那我说用这一款瓦特纳冰原蓝的颜色呢，它会更加的回头率高一点点，是不是？一眼万年，看过之后真的是完全忘不了，而且很独特，你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吧？我现在在大街上看到这种颜色，我都觉得它就是防尘帽了。家人们，谁懂啊？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而且它的名字还很高级，瓦特纳冰原蓝。瓦特纳是冰岛的一个地方，然后冰原蓝是俺们给他取的名字，很好听吧？然后还有塔里木、胡杨金、多糯米、地山麦绿，就是三个花里胡哨的名字，要加3000块钱。其他的黑白灰是完全不需要的。然后还有一种是边界蓝，是我们的顶配才拥有的一个颜色。边界蓝会比这个蓝色要深一点点啊，家人们，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喽！欢迎欢迎，关于俺们的车车哦，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主播看见了也都会一一回复的。这是我们的豹哥方程豹豹五。侧面设计的话，除了车漆、我们的一个包围，还有电动脚踏之外，还有我们的小耳朵后视镜。中缆车的一个后视镜打造也非常精巧啊，很大个儿，这后视镜赶上我头这么大了。首先符合它的一个外观造型，是不是？毕竟三吨重的车，体格这么大，对不对？硬派 SUV 呢，开玩笑。然后我们的后视镜镜面大，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更好的观察来车的一个方向，是不是？来车的一个动态，对不对？更可以辅助咱们的一个老司机们开车了。看看小米树漆，阿米哦，阿米哦，上饶都没有电呢，你等着，你等着，你小子你就等着吧。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虽然没吃过猪肉，但我见过猪跑，你就等着吧，等我等俺回武汉去小米应聘去，等俺回武汉了我就去小米应聘哦。你看看能让我进不？要是我进不去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的。要是进不去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的。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喽！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各位家人们。然后我们的后视镜，180度的自动折叠，车辆靠近的提示预警。这款车有很多那种预警，它是前五后四的一个雷达。然后整个车身外观有很多摄像头，你放心啊，车内没多少的，车内摄像头还是比较少的，您放心吧，不会偷窥到哥哥哦。它的雷达多，车道偏离的预警啦，前方碰撞的预警啦，后方碰撞啦，倒车啊，还有开门啊，各种各样的哦，主要就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然后我们的一个侧面预警，我要报警了啊、哦、我要报警了啊、哦、在我直播间里不干不净，小眼睛不干净是吧？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然后镜面还有除霜除雾的功能，外面还有我们的一个摄像头，就是360度的环境影像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款车的一个摄像头是相当的多哦，家人们，摄像头这块是相当的多，就是为了更加的辅助方便哥哥开车车。就算您是新手司机，开这个车车也不会说有什么不适感哦，子儿们开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念关注喽，谢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求求哥了，家人们给孩子点赞吧，来都来了是不是？哦、嗯，咱就是说来都来了。欢迎来到直播间，老板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嗨，直播间的老板、啊、给老板们整个活都困了，不上班敢睡觉啊，不
好好上班，想睡觉是吧？啊，老板给你发工资白发了啊！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啊，你怎么能这样子？你要把敬业这一项放在心中第一位，你知道不？啊，生来就是当狗的啊，不允许睡觉，我不允许。你现在睡什么觉？你现在睡了以后怎么办啊？你知不知道死后自会长眠的？现在不许睡，现在不许睡。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你还没来找我买车呢。你先把车买了，钱花了，你肯定睡不着。花三十万九千八买了一辆车，你小子还能睡得着啊？眼睛闭上都是车胎吧？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啊、哦！喜欢主播的记得要关注我一下了，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哦，我是主播小五一了，很高兴是贵家人们。俺送货的爆五，309,800，给钱就卖，找我买车，坐腿上签单哦，家人们。喜欢主播记得关注一下文章，爱你哦，做美。欢迎我们车的一个侧面，你只是一只麻鹿，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人家起码应该比你轻松吧，我觉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了啊、哦！欢迎欢迎。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肯定那什么，人家可比你轻松。哼，你高攀了，你小子高低有点高攀了。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哦，感谢哥。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同致富，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哦？哦，铁子。喜欢主播记得关注一下文家，谢谢哥。十号车车呢，就是我们的方程爆爆五，它的一个前排玻璃还是双层的哦，静音效果超级到位，就在车里面掉一个针儿你都听得到，什么概念？家人们，静音效果真的是绝绝子。后排玻璃是隐私的，为什么后排是隐私玻璃呢？家人们，嗯，懂的都懂吧？哼，安全系数相当到位了哦，家人们，关注主播。什么关注啊？关注你小子普通话不包准呢？你小子普通话不包准，我教你啊！我教你啊，是关注，关注文章，关注我哦。为什么要给我两拳？想摸我脸是吧？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来吧，来把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宝宝给他打死了去吧！欢迎来直播间老板了啊、哦！喜欢主播的记得要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关于俺们的车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主播看见也都会一一回复的。这是俺们的豹哥方程豹豹五，家人们谁懂啊？干不下去了，不想干了，组织有点不想干了，家人们谁懂啊？去帐篷里吧。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帐篷？哎，你怎么知道？你小鸡坚信哦。雷小姐是不是在监视我啊？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帐篷？这里没有帐篷，这里只有车车，我是卖车的啦，不是卖帐篷的。买车车就送你帐篷啦。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你在车底，那你还挺瘦哈，你小子，我这体格都进不去呢，你小子还挺怪瘦的嘞。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了啊、哦，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家人们有没有在武汉的？可以帮我谋一份工作吗？俺感觉俺在这混不下去了，家人们谁懂啊？喜欢主播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俺在武汉没有结交一些朋友吗？他们不来我直播间看我的吗？好过分哦！那这车底盘太低了。这么说的，你要实在是钻的话，你可以选择云辇版本的。云辇 P 版本它有一个高度调节，就是我们独有的一个百万级的液压悬架，它可以调节它的一个高度啊，家人们，离地间隙标准的是220毫米，调到最高的有310毫米，最低是170毫米，最低的可以媲美轿车，最高的可以媲美灰机。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还是非常不错的哦，咱就是说好不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喽！我是主播小五一啊，某鸡，他敢坐那儿的？是不是在外面啊？没看到，你要不等一下？我觉得你放前台比较好，显示你刚才端过来的更好。放在这里，万一有苍蝇咋办？
这个袜子怎么有点软了？是我瘦了还是他怎么了？钻一个我试试，钻一个你试，钻一个你看看，哦，钻一个看看，凭什么给你看？我生来当狗的。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我生来当狗的啊，凭什么给你看？我刚才准备动身了，你小子，都怪你，哼，想这样子对我是吧？为什么这样子对我？那个是新来的店种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呢。狗都不用上班，你高攀了。哼，他好过分哦，他好过分哦，你这确实你跳高过分呀、啊，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啊？狗都不用上班啊、哦，我多难受啊！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我是主播三五一，他侮辱我啊！他侮辱我，他说狗都不用上班，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哦，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家人们给孩子点赞吧，你们在干什么？敢不敢小手干净一点啊？给孩子点赞行不行？哦，这个屏幕随便抽，使劲抽啊！家人们想抽哪抽哪，好不好？家人们，咱就是点点赞吧，小手放干净一点，给我点赞，快点！欢迎啊，直播间的老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关注主播，拜托拜托！我们的豹哥长得很帅哦，这辆车车高1.92米呢，好威武啊！是一个超大的大家伙，1.92米的车高，车长4.89米，车宽1.97米，轴距2.8米哦，四维空间表现应该是相当到位。家人们，咱们这个车真的是很厉害了。空间这一块丝毫不需要操心，5门5座豪华 SUV 啊，是个硬派越野车。车侧面就是这样式的，家人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关于我们车车的问题好吗？关于俺们车车的一个侧面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跟我 luck 的啊？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喽，记得要关注一下主播，拜托拜托。嗨，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同致富，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贵子二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小 Z 不敢说话了是吧？哼，很害怕吧？没。开出去试驾吧，不对，没本儿，我有本儿，谁说我没本儿？我有本儿嘞 ，C 一呢，40页呢，四辆呢，开玩笑。但是我们只有一辆试驾车，因为会有客户要看，而且试驾车是顶配的，我们店里也只有那一款顶配的车，其他的都是中配的，其他和我身边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3个展车，一个这个店里只能停下3台展车。全部都是中配领航款，39,800的。如果说有的客户想看顶配的咋办啊？你给他看哦，哦，把你的给他看。俺们的话只有云眼P版本的顶配，只有我们的试驾车那一款，所以开不出去。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啊，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了。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哥哥，哥哥记得要关注我啊，求求哥哥了，拜托拜托，老板，我开车你会很害怕的哦，我可是一个能给你带来速度与激情的女人，哼。不过家人们，如果说想体验的话，也可以来我们店里感受一下。你可以点击下方小风车，留下你11位阿拉伯数字，我开车来接你啊，感受一下它的速度与激情。
三吨重的车，零百加速4.8秒，跟你闹呢，真是。哥哥，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家哥哥，拜托，关注主播，哥哥。三吨重的车，零百加速4秒级啊、哦！谁敢坐老吴开的车？什么话？我开的车有什么问题？谢谢哥哥的关注，谢谢。快关注你小子，普通话为什么如此的不标准呢？啊，是关注文章。我开车有什么问题吗？啊，你小子跟我说，最好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开车有什么问题？我匀速25码，比谁都稳，好不好？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感谢哥。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车了，我感觉我驾照考的就是放在搁着的，而且考驾照和开车明明是两码事儿，我真是不懂了，为什么考了驾照就能开车啊？我觉得中间应该还有一轮筛选才可以，不然怎么上路啊？我的天哪！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你们小手不干净，哼，小手不干净。都不给我点赞，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喜欢主播的记得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哦，你说的开车是那个开车是吧？哼，你小子快了解我的嘞。哼，欢迎来直播间的老板，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家，万水千山总是情，点关注行不行呀？我是主播小五一喽。关于我们的车车啊，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主播看见也都会一一回复的，好不好？我们的方程抱抱五39.8万的指导价，我们的顶配呢是云眼 P 版本，它是多了一套悬架系统的啊，家人们，百万级的液压悬架，它会有阻尼调节、刚度调节、高度调节，以及我们的智能联动啊，家人们可以详细的话呢，点击下方小风车，这边可以给你具体的介绍一下，然后方便哥哥来试乘试驾哦。我们现在到店试乘试驾，还会赠送您精美礼品一份哦，而且您购车会给您带来一个5星级的服务体验啊，家人们，咱就是说，我手这里好痒呀，这是为什么？过敏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啦，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认识各位宝子们。酒气，草莓味的，什么酒气？香的味，草莓味的。你小吉，吃过草莓没有啊？哦，草莓味的。欢迎来直播间老板，没有酒气哦，你在瞎说，告你诽谤，我律师喊警告，哼。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点关注行不行？我是主播小五一，很高兴是个家嘛，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家啊，拜托！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我是主播小五一哦，很高兴是可以加嘛，家人们，咱就说来都来了，别走啊，下班吧，别的哈欠，5点半下班，你看我距离下班2点半到3点半，3点半4点半，4点半到5点半，还有3个小时下班呢，家人们谁懂啊？还有3个小时下班，但是我还要直播一场，怎么办？嗯，等我直播完，差不多也就下班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哦，我是主播小五一，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呢，我会直播两场的，所以可以一直在我的直播间里跟主播一起唠嗑唠嗑。看后备箱，后备箱，绿玉高低给你瞅一瞅哦，后备箱这一块老好看了，时尚带感。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后备箱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非常能装，家人们真的巨能装。后备箱容积475升的，后排座椅还可以乘46的形状放倒，放倒之后呢，可以达到1069的一个数据，使劲塞，想塞啥塞啥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屁股的一个设计也非常到位，超级大的一个后备胎，备胎的一个尺寸是全尺寸的啊，家人们，是全尺寸的。像有很多轿车 SUV， 它可以送你的备胎是非尺寸的，是不是？咱们这款车是全尺寸的。你胎爆了或者咋了，你直接换这个就完事了。然后我们换胎的一些工具后备箱里全都有，我们后备箱的工具箱下面是配了一个工具箱的，它啥都有哦。然后我们还有 DMO 的 logo， 这款车采用的是 DMO 的一个技术平台，以及这边爆五还有我们的4.8秒的一个 logo， 4.8秒就是它的一个零百加速了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后备箱打开之后的样式。对，它的尾门还是个电吸门哈，家人们。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点赞、点关注啦，谢谢你们喽！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来，给你们瞅一瞅屁股哦。尾门打开之后，你可以发现它直接给你开了个90度，是不是啊？开90度，开口大，说明啥？拿取东西方便呢？你看以前传统的车尾门开口就那一丢丢，是不是啊？那四门五座的车尾门开口就那一丢丢，那拿东西多不方便，是不是？那你看像我们这款车开口就相当的方便，都2024年了，这不标配吗？讲点别人没有的，别人没有的，他能在水里游泳，您那车行不啊？他能在水里游泳，他会游泳怎样？这款车会游泳怎么样啊？秒杀了你。越野车它还能在城市的公共下油耗为零，感不感性哦？综合油耗7.8个油啊，不对，综合油耗1.81个，1.81升呢。馈电模式下的油耗才7.8个，你想都不敢想，哼，老厉害了。看看排气多高，它是以电为主的，老板主打就是一个超低油耗。人家一两个月可能两三百、三四百的油费，俺们每个月的油费一杯奶茶，多好啊，是不是？每天就给他充充电就完事了哦，家人们。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啦，谢谢你们啦！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豹五的话是以电为主的啊，以电为主的，采用的电子助力，转向精准，指哪打哪。哦，手机差点掉了。哦，欢迎来直播间，老板，喜欢主播知道关注一下我的赞啊，爱你哦。关于俺们的车有任何问题的呢，也可以打公屏上，主播看见也都会一回复的。然后屁股这里有两个拖车钩啊，家人们，要是别人的小雅迪摔到泥地了怎么办？拖车钩可以救他。然后我们现在还会是选装的，我不知道，应该说不定可以送给你哦，因为现在福利这一块是非常大的啊，家人们，你放心。虽然嘴上说着是选装，但是我自己花一点钱送你也不是没有问题啊，家人们。它会有一个那什么2.5吨的一个拖挂资质，好像是一个拖车的拖车钩的那玩意儿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可以进行选装的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可能对于喜欢玩极限越野的家人们，那个玩意儿会比较重要。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点关注喽，谢谢你们啦！就挂在中间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的后备箱，它下面的工具箱里面有对外放电装置以及随身充，就还有一个什么，还有换备胎的一些工具，荧光防护服啦、纸牌啦之类的，它都有啊，哥可以放心。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后备箱、行李箱、照明灯还有插座。就是跟家里那种两个孔的插座是一样式的啊，后排它有，后备箱它有，然后里面还有挂钩，就你有一些不方便放在地上的东西，你给它挂起来也是 OK 的。这边车门这儿还有储物袋，而且车门这儿有一个转轴，家人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它转动一下这个转轴，它会把我们的尾门给它锁住，防止它乱晃啊，家人们，你再给它转动一下，它就会落锁了。然后可以轻轻松松关闭我们的车门，尾门还带有电吸门的哦。然后如果说你被锁在车里面了怎么办呢？好像所有的车后备箱都会安排一个紧急逃生的，是不是？也在我们的尾门这个位置啊，给它一包开，扒一下下，轻轻的扒一下下，我们的尾门就可以打开了，我们的一个紧急开关的一个位置。如果哥哥被锁在车里了怎么办？请问，哥哥被锁在车里了怎么办呢？那我的机会就来了，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老板了。喜欢主播的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感谢哥。万水千山总是情，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锁车里直接睡觉，我的机会就来了，哼。喜欢主播的可以给主播点赞啊，感谢哥。你不用锁在车里，你也可以睡觉啊。咱们这款车它的一个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可以达到1.9米的，开玩笑，整一个气垫床，绝绝子。手摸的黑棍子是干嘛的？什么黑棍子啊？这叫一个转轴，你小子不懂事。这个东西呢，你转动它，它可以就是两个方向转动嘛，你转一下下尾门就锁住，不会乱晃的，你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要是
旁边有小孩啊，或者说刮大风之类的，你在后备箱拿东西，这尾门晃来晃去的，是不是会影响到你？是不是甚至可以带来一些麻烦啊？你给它锁住。